徐佳莹和魏如萱30号合体出席久违的 HIDO 流行音乐奖启动仪式记者会，现场娃娃也被爆料，私底下竟然常常做这种事。他会去别人的那个脸书下面，就是请别人的粉丝去买他的票。怎么这样子？他真的好奇怪，我在家看到的时候，我真的笑出来。Hebe 的啦，因为 Hebe 高雄巨蛋开4场啊，然后我在高雄巨蛋一查，然后我想说哇，他可以开4场，那如果分我一点点的话，我高雄巨蛋的票就卖完了。的演唱会的门票就是还剩一些，希望大家可以来高雄看我好吗？他的演唱会真的好好看，我是说真的，就是 I love you， 就是会唱不用讲了，而且好了，就我在讲很认真的事。专辑有没有跟其他歌手合作？新专辑有啊，有跟其他歌手。谁啊？感觉就刚差点讲出来。应该大家会没有想到，那年纪大概落在我自己的小孩。看不出来，你还这一题问你，你要怎么回？大家拭目以待咯。那如果徐佳莹发了那个专辑的那个资讯的那个发文啊，你会下去下面留言吹票吗？我希望到时候他专辑发的时候，我的票已经卖完了，谢谢哦。应该要卖完了吧？双子座，我7月演唱会还那时候双子座还没有卖完，我真的要哭